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斗阵来讲古》，我是陈生。今天咱继续来看《穆桂英下南洞》，咱顶一回看到，狄龙啊摆了擂台，假使三日无方拍败，就要挂水出征啊。因为头前两日真顺利，这狄龙非常的得意，有淡仔欢喜过头啊啦。这骑马经过天宝杨府的这门头前。根本就无去看什么上马拜访，也够落马这个规矩，甲杨府的这管家发生矛盾，甚至啊，拍破皇帝，使和杨家这闹龙变。管家去找老太君来主持公道，老太君却认为讲，这阵啊是朝廷选万岁关键时刻，哎，无必要这个时阵将这个代志闹坏大，算掉啊。那这故事说落来，该安怎发展呢？咱赶紧来看。各位收看，咱斗阵来讲古，乡亲时代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咱再阁继续来讲《穆桂英下南洞》，来予大家听。咱故事阁接顶声继续来讲，听到一阵脚步声了后，坐踮咧后花园咧哈哈哭的杨芳，就揪起一手黄马，将这目屎擦擦的，目睭阁小花泪泪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迄、那个。英雄时啊，有苏豪杰、穆桂英的黑头军杨白风来伫咧家己关心，一直看到杨白风的面，老杨风是哭甲比拄啊更加伤心。伊就将咱顶声甲大家所讲的经过，对杨白风讲了一遍。听了杨风的话以后，杨白风的目睭是白甲只大乌龟，安尼眼红怒火讲：啊，狄龙这个臭小子！也敢来咱杨家闹事，啊！老太君为什么唔管呢？这若是要去拄到我杨白风，就要请因食一顿啊，粗巴粗巴的，才要让伊倒去。迄看杨白风是气甲目镜头拍甲球，杨风伊就刁工用这激将法甲讲：白风啊，你茫以为讲当年大破天门阵的时阵，有出过风头就真了不起。你若真正去拄到狄龙迄死无人卡死的，也无一定拍会赢伊。唉，看即阵朝中找无人通挂帅出征，伊毋只会飞扬跋扈，目中无人。唉，虽然讲狄龙拍的人是我，但伊却是将咱老杨家的面子听落去当作土下蛋。啊！你老在调，就去替咱杨家出头啊！这真是要将我气死！白风啊，你娘把咱欺负到这甜，这下就连老太君也选择忍气吞声。看来啊，咱老杨家真正是无人了。狄龙伊唔只个哩恶作非为，什么？敢讲我杨白风就唔是人？白风啊，虽然你当年拍下个名龙交战，也做个木万岁大破天门阵，但是出一时也比一时咯。即阵咱老杨家无打无停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听了老杨芳的话，杨白风那是气甲着，脚断地，眼红怒火。伊一边念着拳头舞，一边暗暗的夹着喙齿根骂着：“狄龙啊，狄龙，你欺负别人也就算了，今日更加欺负到阮天波府的头上，是你自找苦吃，这就唔通怪我杨白风手下无情。”话一讲了呢，杨白风就转身离开后花园，爬上了杨金花的绣楼顶。要讲老杨风也知影杨白风这个人，迄是甲十分的素性，功夫也是甲相当了得。啊，那是讲杨白风决定要做代志，你就是叫三只水牛哥来甲拖，也无法通甲阻止。
咱讲一句较文的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啊，若讲较通俗，就是一火升君，百火掉楼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，咱头拄啊讲的这个杨金花，伊到底是啥呢？杨金花，也就是穆桂英的查某囝，今年拄好是16岁。细汉的时阵，就跟因老母穆桂英甲杨家的六奶奶、大刀王郭兰英，练就了一身过硬好功夫。啊，什么刀枪剑戟步，我高车擒拿散打射箭炮马。应该讲啊，杨金花是学得行行精通，骨达行的。小楼顶面，当杨金花手提兵器去坐点的刀前看甲入神的时阵，忽然间就听到一阵青灼灼的脚步声，安尼梆梆梆梆梆梆的上楼的声音。迄金花想着，啊，到底是谁在动脚叉？迄一个楼梯板也予伊打甲强强要落去。过无淡薄仔久，金花又去听到房门砰一声，我头一看，第时是杨百芳来啦。啊，这杨百芳一入门了后，一下就将地板咣当向这桌顶就甲拼过去。看伊一支锤啊是甲翘地地，一支面啊也是甲乌地地，两蕊目睭好像是会喷血。杨金花就想，杨百芳今日敢是去犯着鬼？啊，为甚物一来到秀楼就对伊拼甲上？啊，到底是啥人去掠搭伊？啊，若无，为甚物气甲安尼生？金花问着，百芳啊，啊你今日到底是怎样？哪会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哼！咱阿哥有火通发暗时，哪有火？家己捧一盆仔清水，甲泼泼，还是毒死？嗨！看你讲对倒落去，赶紧紧讲，到底是谁敢掠我这个百风之子？我讲小姐，看咱老杨家今日被人糟蹋，甲这歹看相。人伊连臭卵就甲咱批来到面嘞，啊！咱阿哥唔敢去找人讨皮，哼！当时那是要让我杨百芳有滴的，绝对无要让因好食困。听了杨百芳的这话了，金花的头壳嗡一下，就继续讲：百芳，你紧甲我讲，到底是谁敢来欺负咱杨家？小姐，就是大太保狄龙。这金花一贴，啪！连当时是气甲规北方国规北火无地通透，一手去转着桌顶，一边就徛起了身，嘴内骂着：“嘿，狄龙啊，狄龙，你真是欺人太甚！白风，你阁讲较详细淡薄。”这杨白风呢，就将咱拄啊老杨红伫咧后花园对伊所讲的话，又搁再原原本本的对杨金花讲了一遍，并且继续讲：小姐，咱天波府杨家，搁是从来也毋捌受过这种委屈啊！若毋知影是怎的人，因就会认为是毋是咱老杨家犯了什么大罪？啊，若无，狄龙为甚物甲登门打虎来打破脑梁，变甲两地白凤？小姐，一口气，反正我是吞袂落去。无论如何，咱必须要去找狄龙来算这笔小债用。白凤，啊，若无你讲，咱即阵是要怎样办才好？怎样办？小姐，我问你，你若是有胆，若是敢管，我就甲你出主意。嗨，只要会当替咱杨家出气。叫我做甚物，拢可以。你尽管讲来就是。好，我甲你讲，狄龙在家中比武争夺水，今仔是最后一日。啊，咱两人若是女扮男装来去到家中顶面，明个讲是要甲狄龙比武，暗个确实要找伊报仇。小姐，我看你个武艺，甲穆元帅比起来也差无偌济。只要你将狄龙这个小囝给挑落买下，咱的手
也就得步了。后，你那是将这个罪应该夺到手，也让皇帝甲那帮老臣知影，咱老杨家也是有咬人的。从今以后，看谁还阁敢来欺负咱？你讲，这敢是一件两全其美好代志？好，那就按你决定。观众朋友，这人讲钱那无两个是袂单，有金花一箱，迄个有影是一个好主意。伊就讲，事不宜迟，你速去准备。是，这杨白凤落楼以后，就真紧去下来了两套达波人穿的衫裤，来到绣楼顶面。这主仆两人，因是卸下了头顶的首饰甲面上的脂粉，双双打扮做一副少年武将的模样，准备要去驾场比武。话讲这时，杨金花又搁再问着：“白凤啊，咱也无见面，是要怎样去驾场比武夺水印呢？”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稍等一下，你就骑木元帅屠洪剑马，我来骑六奶奶王兰英的将军马。你用文公少爷迄支银枪，我呢，照原使用我这支大黑锤，安尼就会用的。好，既是如此，那就头前带路。这杨金花甲杨白凤为了替杨家出头，主仆两人就拿像是伫咧做贼迄一款，安尼黏卡黏手的行来到楼卡，四蕊目睭是安尼袅袅上的去看向着杨家四周围，详详细细看了几多遍，发现无人了后，杨白凤就来到马条的内面，找着因要坐迄两匹战马，安尼轻轻的甲牵出到外面。把马套好了马鞍，杨白凤又搁去夹来了杨文公的银枪，甲家己迄支大黑锤，然后就对杨金花塞了一个目马，为天婆府一个较夜宵的边门行出府门外，随后两人就摇身上马，手内马鞭啪，雄雄为马脚床一个拍，这两只战马就啊哒啦哒啦。哒啦哒啦，向着南门外驾场飞奔地去。杨金花甲杨白凤双双骑马来到驾场的时阵，正拄好去听到驾场内面就有人真大声的喊着：“众位勇士，听着！今日是驾场比武的第三日，也就是最后一日。我直量头两日啊，总共打败了二十几个英雄好汉。”看见你为早起到甲现做事，啊，无人敢来甲我比试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再问一遍，那有人唔惊死，尽管来甲我比。那是惊死，就徛踮个边啊看闹热就好。那是无人敢来挑战，本太保果是要挂水封印咯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杨金花一听到狄龙这尼啊嚣摆、这尼啊畅销的话，那是气焰怒火冲天。只看到杨金花是耍着拍马来到狄龙的面前，叫着：“太大太保，就凭你也想要挂帅？来来来，我来跟你比看卖。”狄龙一看，嘿，这看这个少年。果是生做十分的俊秀，迄一家面啊是白来透粉，粉来透红。啊，为什么一个查甫人，迄哪会愈看阁愈像是一个查某人的模样？嗨，要讲啊，人杨金花伊原本就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查某囡仔嘛。这驾场顶面的狄龙，搁再详详细细看了杨金花的模样，心内就发出了一阵的冷笑。伊用着藐视的眼神对杨金花讲：“看你小小年纪，也想要来跟我比试？稍等者，果实着细你。”“呸！本案今日要夺的是水，唔免废话连篇。”“好，既是如此，那就请你到路边找包大人标名挂号，
回头咱再来见江某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本案起一个马上就来。话一讲了呢，金花伊就调转这码头，奔向路边里去。来到路边外面，用金花是安尼甩顶立腕，将马甲撩好势以后，抬头一看，哇！看这座路的边，阁是大甲不离啊怪呢。外面徛着三班个也甲四个大刀护卫，这两边边摆着三口金细细铡刀，后两口太和剑甲六十四支茶棍啊。看到这个场面，杨金花一下就知影，路的边来官员应该就是包进包大人咯。我向前走去了几步，王雕就问：“这位少年呢？你有什么代志来这？要做什么？”杨金花就讲：“伊是要来标名挂号，想要罗张队甲狄龙来争夺帅印的。”好，那就在此稍等。王雕入去通报了后，就出来将杨金花甲带入到路边去见包大人。当包大人一见到杨金花的面，心内想着：啊，看这个少年家，生做是仪表堂堂、才貌出众，迄既是敢来标名挂号，功夫应该是有三两步七啊才对。包大人问着：小英雄，你家住哪里？叫何名哩？这杨金花一听，哈！一声打颤，有米是煮无暗。迄拄仔要出来时阵，啊，只顾改扮男装，还煞袂记编一个啊名字来骗包大人。啊，看即阵，互包大人安尼一个问，若要照实讲，伊的家乡就是住伫咧山西火塘街，因老爸就是杨宗保，啊，伊就是杨金花。迄只五脚敢毋是拢照数数出来？安尼毋就不打自招咯？啊，若是讲连家己的名字也讲袂出来，啊，是要怎样去标名挂号、笔墓来夺帅印呢？这边的包大人看杨金花为什么一个头是较淡淡淡，一副真袂自然又阁真慌张的模样，敢讲是因为伊生做有较乌，表情有较严肃淡薄，安尼去家己吓惊着，迄一想着安尼，包大人就笑笑讲。小英雄，免惊免惊，你家住哪里？姓氏名谁？慢慢讲来就是。我讲，和包大人搁再安尼一对问，金花心内就搁较着急了。迄一个无细哩说讲打出去，讲伊就是山西火塘街的人，火塘街。包大人继续问讲，啊，你讲？你是山西火塘街人士，莫非你甲天婆府杨家有甚物亲戚关系？包大人啊，我是讲小人是火塘街高下欢人士。高下欢，这个高下欢这个所在，我是从来也毋捌听过。嘿，感觉莫名其妙，包大人又搁再问讲。小英雄，你爹亲叫何名姓？这金花心想啊，因杨家世世代代尽忠来互报大宋，一家人拢是大宋朝的忠良臣。对啊，啊那无就以国为姓，以家姓为名哩，这敢是一件真好代志？对啊哩，杨金花就对包大人讲，因老爸姓宋，叫宋。家臣哦，宋家臣，你爹名字取得好，取得妙啊！啊你呢？啊我在下宋调卿，宋调卿，好名，好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英雄啊，老夫搁再问你，恁爸阿囝两人以何为姓啊？包相爷。阮世代经商，一摆小人甲朋友结伴来到京城卖布料，就听人讲大太保狄龙在驾场比武夺帅，
因为啊，我自细汉就开始有在学功夫，一摆来到京城卖布，本是想要来看一个老练娘娘，唉，啊可是我一个练武的人，一看到比武的擂台，啊心内就挡袂住的，想要落场去甲大太保较量看卖。包大人，俗语话讲得好，乌虎分母家，献乎帝王家。若是我能打赢大太保，啊，就会用为咱台上王朝来挂帅出征，为国来立功劳。迄包大人一听，心内果是真欢喜呢。伊就讲：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少年人有如此志气，真是使人钦佩。宋朝卿啊，大太保狄龙已经连赢两日，你上驾场，也要多加小心。迄讲完呢，包大人就伫咧伫布条顶面写着：“山西火塘坐高下番，卖布商人宋朝卿，落场比武夺帅印。”然后就叫赵虎将这张布条给打出去外面，刷落去。包大人又搁再对杨金花讲：“宋朝卿啊，你去采山顶见三位王爷，接落场比试。”是。靠下了包大人，杨金花活身行出路边，大步向着边啊迄座采山顶就行过去。见过了几位王爷，说明了情况以后，杨金花就出了采山顶，飞身上马，直奔驾场离去。但搁继续来讲，驾场外面，大家一看到布条了后，有个人就讲：“哎，兄弟啊！”好啊，但这搁较心实咯。你讲，迄一个卖布的，也想要来争夺帅印，嘿，看势，伊是要去予狄龙做肉点而已。哎，啊你也莫讲，无安定，这个少年呢，真正有法通打败大太保也无一定。是啊，这人讲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但过来看这边的狄龙，当伊一看到布条以后，心内就想啊，我娘尊公是甚物盖世大英雄？原来是一个卖布生意人。看这两日来，所有的英雄豪杰拢摆在我的手下，你一个卖白布的，也想要来跟我争夺帅印？稍等者，就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但是，当狄龙去看到怒气冲冲的杨金花，手夹着棍枪，就跑马来到驾场，安尼面对面的伫咧甲伊对看的时阵，狄龙想要甲杨金花硬推来讲硬推的想法，却拢照无去，佮详细去打量着这个杨金花，狄龙就想，看这个宋朝卿体格虽然淡薄，但有道是真人不露相。路上非真人，伊明知影我这两日来练剑练性，竟然还要阁来甲我比试，这也说明伊的武艺应该是袂甲偌歹才对。会记得早昏下昏，阮阿爹叫我着沉着应战，今日我一定着多加小心。啊，若无我若是去败在伊的手下，敢是真无面子，也会真。讲正气，对，想阮老德甲祖上有留下一招百步穿杨箭的绝招，啊若无，我着先来改彼此阵法，先予伊一个下马威，叫宋朝卿这个卖布的知影我的厉害，这叫做不战而困人之兵。一想到这地，狄龙就对金花讲：“喂，卖布的。”你听着，驾场夺帅印，袂用个只比试武艺，啊，着个比箭法才用个。我问你，你会晓射箭啊袂？金花一听，哼，这心内也已经啥物拢明白了。狄龙无非就是要叫伊知难而退。伊想着，伫咧京城地面，所有文武百官。大家拢嘛知影，因德家有一招百步穿杨箭，阁是不哩啊厉害。狄龙是想要用穿杨箭来甲我比，安尼也好。今日
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就安尼，金花就对赵良讲：“大太保，看你是要跑马射箭，也是要马下放箭，我加加减减拢有学淡薄，要比就来比。好，那呢，咱就以金钱博板作为准备，想哪有法度通连续三箭射中中央红心的位置，想就是胜利。”这金花同意了。几个当兵的真紧就伫驾场顶面摆好了因所需要设施设备。这个时阵，大太保就安尼率领李弯落了战马，然后就做了一个手势。其中一个兵士就甲夹来了进京，另外一个兵士也去量好了这百步的距离。看到量，伊直接过了京城。就一手拉筋，一手去打筋，迄正目提筋，倒目放血。伫咧这百步以外，就对准了金箭八红心的位置，一下就将这支箭给射出。那敌人的计划到底是何个心坎上？亲爱的观众，因为咱节目时间有限，今日的故事从来先为恁来讲到这。来，下回再会喽。好，感谢通啊，今仔日的故事就先为您讲到这。故事发展到这，是愈来愈精彩呀。感觉这讲故事、讲到精彩的所在，拢唔敢要听伊讲下回分解。假使您想要知影这故事说来会安怎发展，请继续关注阮斗阵来广告，咱斗阵就会看落去。好，那第一节目最后，咱想看不来《万能话读古诗》。今仔日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竹里馆，唐，王维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弦中笑，金陵林不低，明月来相照。竹里馆，唐，王维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弦中笑，金陵林不低，明月来相照。伊就更较有听了，只看着金花就笑笑讲：“大太保，切，这金花话都是讲了，迄个见笑当生气的地方，马上就。”回心就马，暗暗的去握着伊手内大剃刀，两蕊好了目，迄是甲吐吐，嘴内叫着：“来吧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”我走砍刀，看着两向界界，也都向伊直奔而来。杨金花却是老神在在去握着棍枪，一招霸王突天。